约有一倍。乌迪尔，幺，E，A，晕锤走了，打不着，别，补刀，白耗一波血啊。我来 A 他，再 A E 开起来，平 A 晕锤走位，回头，平 A，再 A 没事，跟他耗，可以跟他耗，啊，他不交闪，这波他交闪，其实我稍微有点危险啊。这个 W 是一定不能吃的。吃了我们必没，前期这个一点点的小耗血啊，每一点点的小耗血都有可能出问题。先上来跳他一下，一技能晕两个，跳走。这小鹿怎么连个 buff 都没有就开始抓人？我跟你们玩，我真是累。我是真累，我都没办法去，兄弟，这不上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卡一下兵线来，好一小兵啊！你俩跟我来，这嘴里喂饭是不是？一个一小兵，一个一梦眼儿。卡密尔没带闪现啊！我天哪，他敢不带闪现，跟我在这拼，是不是？哎呦我，敢不带闪现，小伙子，锤重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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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锤跳锤，重锤，敢不带闪现，我连点烟都不放。省着他下边有点烟，我们没有点烟。晕，我走了，再见，溜了。回家了，我觉得卡米尔不带闪现不太好，阿卡丽不带闪现可以，阿卡丽用闪现的这个次数会比较少，而且有位移不太会死，卡密尔有的时候他得要一闪，看着那猴哥来把吧，我不会来，我都说了我这辈子不玩阿卡丽了，你是不是为难我胖虎？一开起来晕，重锤，不着急啊，重锤跳下来 E A 晕锤，锤接重锤，哎，居然不是重锤，
我们卡他一波，来重锤开 E， 晕锤，锤锤接重锤，锤锤开大招跳下来，重锤接重锤接闪现走，死接回血死不了，叮，漂亮。刚刚好，出招吧！锁了。阿米尔没了，是不去中了？人没了啊，肯定去中了，我都看着他露头了。这波卡一波兵线，查两个眼儿，省着那小鹿赶克我，我这波位置不太好，他如果把我赶克死了，我们直接爆炸。红给他了，他可以去拿这个红，即使他把红拿了，这红也会变成我的，让他拿，让他帮我们打红。是不是又去中了？别去中就行。严阵以待，锤跳下来，锤锤锤一开起来，开大招晕锤重锤140，他居然没去打红，不可思议。他这边升六还有机会，他如果是五级的话他没什么机会。据我的推断，莉莉亚蓝应该是在。我去也去瞅一眼，我先打个蛤蟆。打个眼儿，莉莉亚没来，在这等他一下吧。他来我们就把他杀了，他要不来我们就回家。出一个破败王者之刃。一想到这破败王者之刃就难受。那破败王者没有破败，出招吧！阿米尔值钱了，挺好。我都不知道他要出啥。他出了一个考菲尔这个战锤，完事又出了把长剑，不知道他要出什么。哇，重锤！哎呦啊！卷我是不是啊？我去吃口屎。
三秒钟，三秒钟他不出来，我们把峡谷打了。好，那说明这是又续中了，100%续中了，因为他没有地方去。维克托信号我也给他打了，如果他这波死了，说为什么野我？嗯，你为什么野我？为什么？开野跳来晕锤，为什么不让我打这个峡谷先锋？为什么？太狂了，这俩人。不让我打，那就只好我打你的野了，兄弟。给他留一个啊。嗯，这波一血塔放了吧。哎，我这一血塔我试试能不能吃到啊，1920。能吃到吗？好像没吃着吧。由此得出一个结论，即使是峡谷先锋你也得站旁边吃，否则吃不到。回家少了我点钱，你导致我三项出不出来，挺难受啊。挺烦人呀，这也能打着我。这防御塔是出火炮了，我一看呢，不过我们钱儿够了。没吃着，刚才不1900吗？1900一下变成2000多。正常一个防御塔一血塔好像是400多吧，加塔皮。刚才绝对没有400，会不会算数？Hello， 一只迷重锤，严阵以待。我来扫一下，呀，有红，漂亮。现在我们在野区已经有点无敌了啊，扛着走，先把日女杀了，再杀沙米了，不要跳他，他只能一我锤重锤，跳下来重锤，跑的是真快，跟我大杀四方，我今天不把你杀了指定是不行。来一波吹波扣，给我下档600，这波用900块钱来换了一个600块钱。
还是挺断的啊。先来个水银海，再出个巨型九头蛇吧。先来个巨九。相当于杀了一个，那不一样，那收益是不一样的。你就好比现在你给一个企业家投资者，你给他100块钱，他有可能能给你赚回来10000块钱。但如果你给一个我100块钱，有可能我能把这100块钱都花了，都没有什么用，还赔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这主要得你看谁拿着钱。是我的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怎么的呢？怎么的呢？沙米拉，怎么的呢？这是女儿啊，重锤。先走一走，跳来锤一开起来晕。我可上高地了。我估摸这边对面应该要出动一个师的兵力来干我们，我们先跑啊，先不要打了，先跑。咋的了？泰坦让我去吃屎。那行吧，沙米拉咋不动了呢？沙米拉，沙米拉在想什么事啊？沙米拉想的可有点多呀。我那高地有眼儿，真敢来呀，小鹿。我就先杀你这个小鹿，然后再杀你这个织女。真是有点狂妄啊，这两个人。我他妈都敢野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敢野我的人也没有几个呀。锤，重锤，锤，锤，别打我！你打这个，打这个。好，点盐可以的，点盐。出完巨酒，我们来个蟹手。什么叫下注前先看我状态怎么样？武器没有配音吗？有啊，怎么没有呢？那武器除了锤还能干啥？你这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们打大龙能不能打得过？没蓝 buff 好像差点意思，我试试吧。你这个臭弟弟，
他打不过我，我感觉到了，他 打不过我。来躲一下子，不行，你大爷的，我先去打个蛤蟆，差点信息。这波直接追，一定会有特别多的人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波一打二应该没啥问题，一打三好像差点问题。锤重锤开 E 晕锤，跳上来开大招锤重锤接重锤，哎呦我闪现了，闪闪吧，那我拆塔了，跳上来锤重锤锤锤锤，没蓝了，狂浪个小鹿啊，重锤开基地。